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最后一段，急用无压三昧门，第二段正弦皆用一用啊。这一段里面有四小段，我们学到啊，第一段根进自在啊，这一段有十二首颂啊，它的义理深广无际，我们已经学过两次了啊，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看清凉大师的书啊。前面呢我们学到和敌体四理直观相对啊，和以四观对理定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。下面呢清凉大师举起心论里面一段文，如起心论止一切相，乃至心不可得为止，而观因缘生灭为观啊，何以离观呢？对于四定，下经是本经下面所说的一心不动入住禅，了境无生明般若是也。有经文跟清凉大师的书抄，我们终于明白了得大自在先决的条件呢，就是定慧啊，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了，定慧的根是戒律啊。世尊在四十九年教学当中可以说苦口婆心说的太多了，因定这个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佛弟子无论出家在家了都耳熟了啊，都知道啊，也都能说得出来啊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我们没有依教奉行啊，所以还是属于释迦牟尼佛的啊，他老人家的大自在啊，究竟圆满的解脱，解脱就是自在啊。
把所有的障碍都解除了，啊，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脱离一切的系缚，啊，所以得大自在呀。这一段呢，给我们讲，在根尘当中得大自在，啊，可以从根入定，从尘呢起定，也可以从尘入定呢，从根起定，啊，从眼根入定呢，从色尘起定，从法尘入定呢，可以从意根起定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那么我们要想证得啊，实在讲的时候，这个课程不能不修。为什么呢？通一切法，一切法里面当然包括了世间法大师也引用了《一教经》上一句话：“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了。”啊，是小定呐、啊！啊，你只要把精神意志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就是说明心不能散乱。我们现在一般说心浮气躁啊，心浮气躁的人学佛是最严重的障碍，不但是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慧，说实实在在的话了，他读经他听经都不能切入，他听不懂，他看不懂啊？为什么呢？叫业障啊，心浮气躁是业障啊。啊，什么时候你学经教听经呢能听懂啊，听出味道出来了啊，乏味也能生欢喜心了，这个你才得受用啊。读经也是如此啊，读出味道出来了啊，到读出味道的欲罢不能呐、啊。啊，晚上读书读到天亮了，不知不觉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啊，好像还不到一个小时啊，怎么一夜就过去了、啊、尝到乏味了啊，这也就跟你说明了的时候，时间不是真的啊，得法喜的时候长时间就变成短时间烦恼忧虑到严重的时候，短时间变成长时间，度日如年啊，就是时间不是在这就证明啊，时间不是真的十分方分啊，十分是时间，方分是空间。在拜法里面呢，它列在不相应行法里面
不相应刑法，就不是真的。刑法依他起，色法也是依他起，它不属于刑法，它也不是色法，它也不是心错法啊。但是呢，与心心所色法也脱不了关系，所以叫不相应心法，就是说它跟心不相应，跟心所不相应，跟色也不相应啊，起了没有一个这个东西啊。这个东西在现代的名词叫抽象概念啊，完全是假的啊。但是这个东西也妨碍碍事啊，你要是不能把它看破，确实你受了时间空间的拘束，你不自在了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妄想分别执着了，也是属于不相应心法。啊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呀。要怎么能够，什么时候能看破呢？慧就能看破了。没有智慧，你没办法看破它。啊，慧从哪里来？慧从定来。定从哪里来？定从持戒来。所以佛才教导我们呢、世尊入灭的时候，阿难尊者慈悲待后世弟子祈请啊，佛陀在世，我们以佛为师；佛灭度之后，我们以谁为师啊？佛给我们讲啊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。只要你能够持戒，只要你能够不怕苦，你就跟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跟在他老人家身边没有两样。这个话说得好啊！啊，那我们要想亲近释迦牟尼佛，要想不离开道场，这两句话就是持戒是亲近佛陀啊，能吃苦呢就是道场我们学佛要想在这一层成就，你不明了世尊这一层的意思啊，叫我们持戒吃苦啊，这个意义非常深啊。这明了欢喜去做啊，持戒难不难？不难，条条都能做到啊，决定不会犯戒破戒，不会的啊。能不能吃苦？苦里头有乐啊，法喜充满啊，不亦乐乎啊，这真的啊。世间人以为苦，修道的人其乐无比啊，啊，所以才真正体会到世尊常讲的佛法教人离苦得乐啊，乐在哪里？乐在苦里面。
这个才有味道了。啊，乐里头没有乐，乐里头有苦，苦里头有乐，这个道理谁懂？啊，宇宙的法则也如此。啊，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最好的檀香牛头旃檀，啊，这个香生长在什么地方？生长在最污秽的地方，啊，那就是好比说苦中有乐，你要不肯吃苦的话，你永远不会得乐。那么起心论里面有这句话啊，止一切相，乃至心不可得为止，教下了讲止观，就是信宗里面讲禅定啊，禅是观，止是定啊，我们念佛法门里面也是不离这个啊，一心是定，不乱是观啊，是禅呢 啊说禅定说止观全通啊，啊，一心是定是止啊，不乱是禅是观呢、啊？大集经上佛说，念佛是无上深妙禅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止观都没有。啊，没有执就是心散乱，没有观妄念多啊，啊，所以表现出来呢，确确实实是心浮气躁，啊，沉不住气，定不下来。现在这个社会也希望你心浮气躁，提倡啊，为什么讲速度啊，讲效率，那就心浮气躁啊。中国古时候啊，这个佛门里面他不是的，他讲定，他讲稳重啊，他有没有效率呢？他的效率比现在人高，他的成就比现在人大。啊，他没有副作用。啊，这个动作太快有副作用。啊，最明显的副作用呢，人的寿命减短了。啊，动作缓慢不一样啊，那是长寿之相啊，是福慧之相啊。啊，我这一生见到一个人，张家大师，啊，他老人家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啊，以后读到佛经啊。那些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！啊，我就知道了。啊，那我们再看曾国藩的家属家训，他对他的儿女
子侄晚辈的要求啊，说很多次重复的说，要缓慢，要学稳重啊，无论是走路是言语啊，都要缓慢，都要显得稳重啊。那么从他这些教诲里面看呢，我们就能够想到啊，曾国藩先生他自己的为人修养啊。我跟当家大师三年啊，每一次见他，如果我的心呀不能定下来，他不跟我说话啊，一定要我定下来，整个啊精神都稳定下来了，他才跟你说话，这很有道理啊。为什么呢？言语虽然不多啊，让你永远记住啊，给你很深的印象啊，不至于说这个速度很快，说了大半天的时候，说完之后的忘掉一大半，那不叫废话吗？啊，没有记住忘掉的叫废话。啊，一个字一个字记住的，哎，那个叫真的听进去了，那说听才有效果。啊，这个就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了差别的所在。啊，东方人好动啊，战争啊，你打开世界的历史啊，东方人和平啊，只有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呢？改朝换代啊，末代的皇帝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啊，才引起人民这个革命啊，啊，把它推翻了。但是推翻之后，这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后，很快的治理作用，整个社会也走向了和平。啊，我们看中国历史，啊，至少会有100年到200年安定的局面，你就晓得中国人的教学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这爱好和平教出来的。这里面讲理啊，讲事讲理观因缘生灭，这是事观啊。一切万物，佛说万物怎么来的？因缘生法啊，因缘生法是四观呢 啊因缘无量啊，啊，这是很深的一门学问啊。在佛法里面呢，称它作道种智。
跟一切智啊是相对的。啊，一切智呢是理观，道种智是四观。啊，一切智观一切万法的体，体是空寂，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这是属于一切智。阿罗汉懂啊，阿罗汉证一切智啊。啊，所以他能够把见思烦恼啊放下了。啊，可是这一切现象啊在面前呢，怎么来的啊？你要问这个，阿罗汉就不知道了。阿罗汉只知道万法皆空，这个东西都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可这个假的怎么个假法？啊，为什么会有假的？这个就是种种道理。这阿罗汉不知道了，菩萨知道。啊，所以菩萨证道种智啊，道是道理，种是万法了，一切万法生灭的道理。啊，我们讲动物生老病死，植物生住异灭，矿物成住坏空。啊，这些事情你问菩萨，菩萨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。啊，叫观因缘。啊，这属于四观。啊，佛的智慧呢，叫一切种智。一切智跟道种智是一，不是二。圆融，无碍自在。这是到佛了。啊，那么要知道一切智也好，道种智也好，一切种智也好，通通是你自性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，不是外来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些智慧是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障碍住了，智慧不能现前。啊，如果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了，一切种智你就证得了。证得一切种智的人呢，就称为佛陀啊。啊，证得道种智的称菩萨，证一切智的称阿罗汉。啊，这都算有成就了。啊，就是啊，佛门里面讲求的啊，我们修学终极的目标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梵语翻成中国意思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阿罗汉是正觉，菩萨是正等正觉，佛是无上正等正觉。此地讲的
自理，定慧总不离这个原则，不离这个根本。下面经书，一心不动啊，如住禅。这一句话呢，很重要。住禅，禅是华严经上常讲的三昧，正常的享受啊，正常的享受。是阿罗汉以上，六道凡夫的享受不正常啊！佛给我们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。六道凡夫的享受是什么呢？归纳起来了五大类，身有苦乐两种受，心有忧喜两种受，把它归纳起来啊。那么当身体没有苦乐，心也没有忧喜，这是很好啊，这叫舍受啊，所以总不外乎啊这五种受。为什么舍要算五种之一呢？这个你要晓得，四禅天、四空天，他们是舍受。欲界天还有苦乐有喜，很淡薄啊，色界没有了，无色界更没有了啊，那个就是正受啊，就是三昧呀。为什么不叫做三昧，叫做舍受？他只是定功啊，把它扶住了，就是这经上讲的智心一处，他控制住，叫他不起作用，这舍受。如果永远控制住了，这就三昧了，没有办法永远控制随着他的寿命，其实。色界无色界的寿命啊，是他禅定功夫的前身啊。他功夫得力的时候，那就是他寿命；功夫失掉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堕落了啊。这是讲色界无色界的生死。定成了他就生了，定失掉了他就灭了所以他不叫做正受，只能叫舍受这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心不动啊，你才能入住禅。禅是禅定，为什么说住？你用什么方法修成的，这个禅的名字就不一样我们用念佛方法修成的叫念佛三昧，我们以华严经修成的
就叫华严三昧。啊，我们依法华经修成的，就叫法华三昧。那佛在经上说了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，那就八万四千住禅啊，通通都是有禅，只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。八万四千确实有数字，你到佛学字典上可以查到啊，一点都不假了啊。要是一般讲呢，像四弘誓愿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就不止八万四千了啊，那是无量住禅了。方法门道再多，把它归纳起来呀、啊，就是一心不动。你用什么方法修一心不动啊？方法里的真的最简单的最容易的啊，最稳当的念佛啊，念头才起，你不要管它是善念是恶念，是净念是染念，都不要管，反正念头一起，毛病出来了啊！为什么呢？真心没有念头，这句要只要记住啊！啊，你的本性没有念头啊！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把本性说出来了，本性是什么样子？哎，他老人家五句话说得很清楚，头一句话就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清净是什么？没有染，没有染就没有净。啊，也就是头一句话是，你的自信，你的真心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纯净。染净两边都没有，这是真净啊！啊，第四句话说的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那就是你本来不动啊，从来没动过，现在也没动过。那么讲一念不觉什么？一念不觉是妄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心呢？真心不起心动念的，起心动念的时候不是真心，妄心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啊，妄是一真起的，没有真哪来妄呢？所以说真妄不二。啊，知道真妄不二了，你自然就不执着了，就不分别了，这就入定了。啊，所以这经上讲的入定，从眼根入定，从色尘起定。啊，什么叫入定呢？无论在什么地方。这是讲我们六根，我们眼见色闻声，见色啊，不讲闻声是耳了啊。举的一个例子，眼睛见外面的色相，不执着了，入定了啊。这个入定是，这不是很深的定，它管用。
啊，那么得这个定呢，这就是阿罗汉。啊，管什么用呢？他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只要你眼根见色的时候，你的眼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叫六道凡夫。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乃至意对法，你都能够放下不执着，这叫入定。如果能再不分别呢，那就定功更深了，那是菩萨的定了，比阿罗汉高了。如再能够做到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你就恢复自信了，这叫明心见性。啊，给诸位说，阿罗汉没有明心见性，菩萨也没有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说破一品无明，什么叫破一品无明？啊，就是啊，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就没有了。起心动念叫无明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哪来的无明啊？啊，那什么菩，那是佛了。华严经讲化身菩萨，啊，他破一明，凭无明，无明一破，化身就见到了，叫化身菩萨。化身菩萨就是真佛了，不是假佛。啊，是谁呀？是你自己呀。总算是你把你自己找回来了。啊，禅宗里面常讲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本来面目找回来了。啊，也就是华严经上佛跟我们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凡夫呢？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把你变成这个样子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妄想分别执着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病。啊，这个东西叫你在六道里面轮回。啊，在这里面受苦，永远不能回头，不是好事情啊，是病态啊，严重的病态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能治它？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有这个病。你要知道这是病啊，是大病啊，你马上就回头了。啊，人得了重病自己不知道啊，所以他不晓得去看医生了，他也不愿意看医生，他认为自己很正常啊，知道这个病非常严重要命了，他想不想求医啊？立刻就求医了。道理在此地啊，这是佛常常讲啊，可怜悯者啊，自己这么严重的病不知道啊，这真可怜呐！啊，这不知道就是迷，就是痴，叫痴迷。啊，迷了的时候，把自己自性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变成了烦恼。贪嗔痴慢疑，
就是你自性里的本有的般若智慧啊，扭曲了啊，把你无量无边的德能变成什么呢？变成造业啊。怎么说这个德能变成造业呢？你的本心是如如不动啊，是清净不染啊，这是大德了，这是你的真心啊。啊，你现在失掉了啊，现在你这个心里面是无量无边的妄念纷飞，你止都止不住啊，前个妄念灭了，后个妄念生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，你的言语，你的言语本来是经典。啊，只要你开口说话，记录下来就是经典。啊，十方一切诸佛，这所说的这些经典，跟你自己所说的是一模一样，一丝毫都不差。为什么现在看佛经典看不懂啊？妄想分别执着把你自己本来的语言变掉了啊，是相好。你本来的相好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。你的身相跟如来果地上的报身没有两样啊。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这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你自己完全不知道啊。啊，哪一天觉悟了明白了，我要把妄想分别执着除掉，要赶快把它放下，这一放下就恢复了啊，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统统显现，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，法身般若解脱全都显现了，那是你自己的心得。法身确实不生不灭啊，清净不染啊，啊，报身能生万法，不生不灭啊，应身众生有感，自然就有应啊，无量无边的众生感，你就能现无量无边身相去应。哎，不可思议，众生想求什么身见什么身，哎，他自然就现什么身啊，众生求佛身你就现佛身，众生现是这个是求菩萨身你就现菩萨身啊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，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
应所之量啊。啊，什么身相都是你自己的。啊，这个众生啊，信仰基督教的啊，你先上帝身。啊，那个人学道的，你现老庄身呐、啊；学儒的，你现孔孟身呐、啊。所以，佛在经上讲了一句话啊，我在宗经路上看到的，永明延寿大师记的，世尊言：世间所有外道的经典，不是外道书，全都是佛书。啊，这不就是告诉我？所有宗教里面他们所拜的一些神明是谁呀、啊、是自信。啊，真的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细心认真的去读啊，各个宗教不同的经典，我们发现修学的方向目标相同的啊，方法呢也大同小异啊，不同的很少，不同的大多数什么是在实际日常生活，那这个我们能理解众生就是在地球上来说居住的环境不相同，生活的方式不相同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啊，差异在这个地方啊。啊，而学习的核心，佛家讲慈悲，宗教里面讲神爱世人。慈悲就是爱啊，啊，佛家这个慈悲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爱，称慈悲。啊，附带条件的慈悲那叫爱，不附带条件，没有条件的叫慈悲啊。我们要学习，要提升，啊，所以佛教我们学慈悲，有四个阶段呢、啊，不断不断的向上去提升呢、啊。啊，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爱，啊，有条件的，你爱你喜欢的人，不喜欢的人不爱他了，啊，也就是你的慈悲是对你。喜欢的人啊，你的亲人，你的朋友啊，喜欢他你对他有慈悲，不喜欢就没有了啊。这是什么、嗯、这是凡夫啊。
啊，佛经上讲这种慈悲是叫爱缘慈悲。啊，缘就是条件。从这个提升一级，叫众生缘慈悲。啊，推己及人。啊，我爱我的父母，我也爱别人的父母。我爱我的兄弟，我也爱别人的兄弟，这个心量就大了。啊，这叫众生缘慈悲。这是什么？六道里面的神仙。啊，他们能做到啊。啊，可以做的人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。啊，弟子规里面讲啊，凡是人皆须爱。从事上讲的，不从理上讲的，事上他做到了。啊，推己及人，我希望别人怎么样爱我，我先去爱他。这世间的神仙，这就很难得了。啊，世间人，他不爱我，我能爱他。啊，他不会关怀我，我能关怀他。啊，这个叫众生缘慈悲。再深一级呢，法缘慈悲。啊，法缘慈悲就理了。啊，法是什么呢？通通是自性变现的。啊，就是你真正明了了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唯心所现的，唯识所变，什么人的心，什么人的识，自己，啊，是我自己心识里头变现的。